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。旧的一年已经过，新的一年在我面前。我感谢你，看到你创造伟大，去排列日月星辰，掌管人类历史，总是你也无看阮人的历史，你也悠远日日在阮身躯边来看顾阮。虽然阮未当感受到肉体，未当了解，总是阮知，用阮的灵活泼的时，用阮的生命，互你震动着的时，阮就知上帝你是阮的头前在带路，是阮的正边在扶持。阮为这来献上感谢，阮也为着有的一年所做的所行。阮家己也心思意念心清楚，有的事阮知影歹，我着抵挡、诱惑，搁再去做，搁再去讲，搁再去行。啊，有的事阮知影是好，总是阮抵挡家己的心，无去做，无去讲，无去行。注意在阮的软弱。上规个拢是摆在你面前，上帝你赦免阮，更新阮的心灵，面对新的一年。阮知，阮的心思意念，心灵若要更新，阮进入新的一年，是一新，总是不过是有的一年的重复。若是安尼，这一种。我的信用生活是一种失败和悲哀，我跟世间人无什么差别，所以恳求上帝，你给我们一每一个人要生活在上帝你的国度里面。我也相信我们都有日子，总是我的软弱，求上帝的坚固。期待新的一年不是旧的重复，阮一有的是年有欢喜，有失败，有无奈，有忧伤，有成功。阮就这个新的一年，也是有缘搁经过，因为阮在是更新的无新事，会当更新的，就是上帝你的灵在阮的内面，帮助阮有一个亲近你的心，改变阮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对新的一年来用上帝你的恳求，主要我们为着教会的事工有团体有活动，我们这些都是在上帝你的亲近你的一种的活动，你经过我们不是一种教会的形式的活动。主要我们为着台湾十六号的选举，愿上帝你听着百姓的呼求，使一切会当顺遂，建立台湾伫一个你听的国度来影响对岸，使百姓有遐积极的有修行，甲台湾会当调得头前来进步，上帝你的国度会当领导。就阮今仔日对头到尾的敬拜，拢是伫你的名下，阮上帝你对头到尾带领，阮一只所领受的，变成做阮的馈赠，啊，属牧师有话语，透过你的灵，打动阮每一个心，互阮来到遮，丰丰富富，会当得上帝你的话语，来过着新的一年。刺激有挑战，有风险，有爆发的年。我若要用主教喜欢的祈祷文，安尼来祈祷讲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治理之下，愿你的治理天地，愿你心我们的国家国万，下边为何物，是你们下边为何物，我的所愿之事，有必要我们要去看。Thank you.
世安有人阿乐，这听好哩。听人祈祷的主啊，罪恶较赢过我。你所拣选，予伊亲近你，徛伫你院内个。我要因为你，下一代你的圣洁的福气，来世活久久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予伊拢满意。一贯无好地，无贯无义，予伊敬畏。上帝予伊的水满满。你管到田园，满叶高，收麦伊个灵。你会叫阮变做伊当个边流。你伫旷野草坡。草坡用伊云做衫来穿，山谷用五谷来做来擦。咱要来看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马可福音新约马可福音第八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。十四节，学生袂记带饼，伫船顶除了一个饼，无别个什么。耶稣吩咐因讲。恁爱谨慎，封闭法利赛人的教，甲希律的教。耶稣看出，就讲，恁为甚物因为无饼就来议论呢？这个跳不起来。十八节，因彼此议论讲，这是因为咱无饼。十七节，耶稣看出，就讲，恁为甚物因为无饼就议论呢？恁了无骄傲嘛？了无明白嘛？恁的心了过钝戆嘛？恁有目睭却无看见，有耳孔却无听见。你若无记得，要记得嘛？十九十，我八饼分予八迄个五个饼分予五千人，恁捡偌济饼碎来装满偌济篮仔呢？因讲十二、二十十，搁八迄七个饼分给四千人，恁捡遐饼沙装满了偌济篮仔呢？因讲七个，二十一节耶稣讲，恁了阁未晓无明白嘛？圣经教者，咱今仔牧师要甲咱编个信息，第八，恁看到嘛？我看到嘛？亲爱的弟兄们，大家平安。咱作为用祈祷来开始，天父上帝，我恳求你，愿主你继续教阮三个同行，日子的时阵也通过上帝话语，愿你搁一遍对阮讲话。多谢你，从下面的时间共同仰望，同心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登记台湾。伊咧信仰伊读册个时阵，我拄到一位先知吼，伊个课吼，我足爱上，啊，毋过上伊个课足忝足忝，啊，逐学期吼，要选课时拢爱足挣扎个啦，因为知影讲这选落去吼，爱付出代价，
总是吃鸡了后，我拢发现着讲，得到足侪吼，得到侪侪学习。我唔知影讲是毋是，我虽讲有一，到到迄当阵转去台湾的时候，我虽讲有一半时间伫美国吼，伫西洋大汉嘞，总是我有迄、那个自细汉伫台湾出世，到甲出国进前。中国的时阵吼，迄个国中的时阵，迄段时，迄个背景吼，我想受到迄影响啊，足，真重啦吼。拄到老师吼，一方面，阮足敬听吼，真爱这个老师，真尊敬伊吼，但是一方面吼，阮拢足惊。我今仔日吼读到一段圣经哦，我忽然间想到这个代志，因为我感觉吼，这耶稣的学生吼，甲东洋人敢那较像。我感觉这段圣经吼，美国人唔知看，因为因较无迄种包袱啦。就是讲这个。对老师的一种疼吼，是安尼战战兢兢的吼。我记阮高中的时候，我咧高中读册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老师吼，伊当时在以前在美国，我一个老师都敢那我咧buddy的吼，敢那朋友安尼啦吼。啊，伊当时我嘛对我来讲嘛是一种的 cultural shock， 哎。那这老师，这多无奈对老师那无大无小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跟他朋友。但是我发现我因一种的学习吼，嘛非常的无同款，另外一种无同的学习。那无论安怎，我感觉伫个新人一段时间吼，因为阮的老师迄当中足严。有当时，我真爱上伊的课，是因为吼，伊的课甲别人无共款。伊每一堂吼上课，拢敢那个礼拜。我，你若无迄种经验吼，你无法度体会。每一堂上课吼，明明就是咧教课，但是袂输在做礼拜。啊，伊特别教课袂输在讲道诶。所以无写笔记，我怎啊？你安尼，吸收足多了，每一遍下课足感动的安尼。啊，有当时啊，老师拄着阮开讲，伊咧讲啥？伊甲阮问吼，我嘛拢足紧张的吼，我爱安尼，爱 make sure 讲吼，我上课有注意咧听，有。吸收有好多物件，总是有一边，甲这段圣经有足类似的代志。伊敢若问阮，敢若袂顺讲 How are you 安尼啦吼，啊，阮大家咧，吓到皮喘吼，啊，大家就咧讨论，这大皮啥，吼。我这段圣经吼，我看伊，敢若就是安尼吼。因为耶稣吼，唔是，我落尾才知影，特别是毕业了后啦吼，甲这个老师接触，我看伊嘛是一个人啊吼，变作朋友吼。伊问一个足简单的问题，也是讲讲一句话足简单的吼，啊，阮大家拢咧又来又去。因为太紧张了，哦，太过紧张。那当然，这个耶稣的学生，因为安尼吼，咱买当理解啦，因为咱看头前的故事，这学生敢那对耶稣对足久啊，但是拢抓袂着重点安尼啦，吼，定来向定啦，吼，定来向定。
啊，咱看到足侪遍耶稣安尼足不准哦，敢那都哎，敢来拢听无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都要私底下都补习完了。咱今仔这段故事就是接续咱顶礼拜看到迄个第二遍和遐个群众哦，足侪人食饱，这边四千人哦，头一遍五千人，第二遍四千人。然后因都搁上船哦，因为搁个人来挑战，拄啊只和四千人食饱，竟然有人问讲来问讲，啊，你会当加一个新料哦？唉，所以就上船，啊，真趣味哦。耶稣在迄个前头前，伊讲来问耶稣讲，你来行一个神迹，互阮看无？迄是法利赛人，所以你知影这有关系哦。耶稣还搁咧想吼，啊，伊个法利赛人来挑战，伊转过来甲伊学生讲，恁都爱设计法利赛人，啊，甲希律的教。啊，讲到教吼，伊个耶稣也真侪哈。啊，讲到教母，就想到面包，所以想到面包。哇、啊，是啊是啊，我遐出咧未记摕来，吼，未记炸。啊，咱做哪地方无面包呢？那，哦，那耶稣有个三条线，搁食不准。就讲啊，恁太讲什么米包啦？恁个人拢听无哈？就讲恁现在无米包就点议论啦吼。恁敢无迄个理解？恁的心敢会遐尼钝呢吼？你有目睭看袂着，耳孔无法度听呢？刚才哦，这个 description 哦，刚才圣经里边所在，这个 description 哦，这个形容在讲啥的？在讲偶像的，讲偶像哦，有脚无多行哦，目睭无多看，我心爱才钝哦。这学生也有着重点。叫索罗亚索问伊讲：“你，咱顶边和五千人食饱，啊，剩几个呐？十个呐，足惊吼，无啥敢回答。12，嘿，搁讲着哦。啊，和四千人食饱，有剩无？剩七个呐。总是伊讲着的答案哦，犹原连无起来。”有缘无理解，我发现有当时啊，咱嘛是安尼吼。基督信仰的教义，咱有法度讲，甚至有法度教连起来，但是家己迄个道理无通，咱若无通吼，圣经一直讲，若无迄个 understanding， 咱迄个气内面未出来。今日讲的是人性的钝啊。嘛，迄种钝人哦，诶，人性啊是钝，组织做伙已经教的都是钝的啦吼 ，little slow。咱所以吼，咱我倒转来先看讲吼，这到底伊咧讲的教好吼，这个教到底是咧讲啥？什么是伊法利赛人的教？啊，希律的教，那这个、法利赛人，咱是讲教，这个教的意思就是影响人啦。啊，刚才讲的影响人，你若无放酵母伫迄个面粉内面，伊就发袂起来。哦，那无酵饼就无酵，伊就袂发起来。那发起来就是影响人就对了，会影响。啊，法利赛人甲希律这是咧讲啥？
法利赛人可能较真自然吼，咱就会想到吼，就是即、這个咱的教义咧讲，咱教义咧讲是因为相信得到清罪义。法利赛人犯的毛病是啥？拢感觉都爱不断打拼，讨上帝的欢喜。哦，做工啊，做工，都爱做工，才袂记咧上帝的恩典。咱所有的上，对上帝遐来的赏赐，咱所摕到得到的，咱都爱 earn 的。咱在骨力打拼，才能讨上帝欢喜。这是法利赛人上界大的盲点。刚才哦，你教回来，咱个小花无细字哦，咱常常嘛袂记哦。哦，当时啊，伫教会迄个气质，你也都看得出来，甚至伫个台下顶，哦，讲台顶面，你就发现了，我那个填鸭式的物件出来，不容易抓到啦。因为我自细汉在台湾的教会大汉，我回头转来看，我在台湾的教会的经历吼，大部分是这种的。啊，其实咱们这是其实不是信用的基督信用的观点，这是。世间的观点，总是咱有当时啊坐伫伊面听吼，咱抓袂着啊，吼抓无啥会着。因为我是用足久的时间了后，我才发现吼，我原来这个信用是遐尼啊的好，遐尼啊的足。咱抓袂着是安怎你知哦？因为咱其实咱足需要，咱感觉迄真合。因为吼，咱有迄个 we need to be needed， 咱有需要人需要咱，咱有需要人，咱需要别人需要咱，哦，所以咱就骨力打拼吼，互大家欢喜，哦，尽量。总是有当时啊，咱已经落去啊，咱家己唔知影，咱未记咧家己是活伫咧上帝恩典内面，咱的价值是伫咧上帝的面前，咱是倒变啊，大心知影家己的价值，知影大心知影上帝恩典伫咱的心中，咱已经摕到，咱不应该摕到，咱反倒转来回应上帝，具体的回应上帝表达就是。服侍别人，希律的教是啥？希律的教吼，我想若简单讲吼，就是抓家己最中心。我咧讲吼，基督信仰在讲抓上帝最中心。哦，咱毋是要抓家己最中心，总是抓上帝最中心是足抽象的，那足具体的表达。人有抓上帝最中心，具体表达就是抓别人最中心。哦，不是抓自己最中心。当然，抓自己最中心有真多表达方式。譬如讲，咱这嘛是世间人世界的价值观。咱咧过生活，亲像 There's no tomorrow， 无明仔载。我比较在意思是啥呢？及时行乐，尽量会当享受的，紧处理，紧享受。当这时啊，咱嘛是期待别人会当接纳咱哦，所以咱爱有好的表现 ，to be accepted by others。所以有当时啊，虽讲咱心内无安尼想，总是在美国较严重。讲话爱有，拢爱讲种 political correct。
爱讲迄种有勒索的话啦，哦，心内无一定安尼想，总是真圆滑，因为咱需要别人嘛接纳咱，总是 deep down 哦，总是。在那个上深层的所在，咱依然是抓家己最重视。无相信上帝的人，的迄个世界价值观，就是安尼啊。甚至无信任，在那迄个 death reality。咱人吼有一个极限，因为上界大的卡，上界强度的迄极限就是死亡。咱用迄种鸵鸟心态，无要去承认去，所以今朝或者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安尼。但是咱嘛是敢那。嘛，咱讲到安尼名正言顺哦，袂输敢若讲我尽我的气力吼，在做不单拍拼在做代志。因为这个贵的是连作品，其实这个会背后另外一个当真时啊，是心内的惊呀，的惊，就是因为惊，所以才咧。啊，甲动作无存在安尼，刚才咱的信用要互咱是啥？勇气，无惊吓，哦，无惊吓。虽讲明仔载，我无法度把握，总是我有法度把握到的是，上帝永远掌管，上帝甲我相佮同行，伊的福分已经伫我的心中。咱就当面头前去啦。心内无惊吓，有五人哦。具体来讲，咱灵性哦，迄个敏感，就是咱会当看到迄个 possibility， 看到迄个可能性。因为咱吼，这种 spiritual dullness 吼，灵性的，像咧上顿吼，对个人开始，啊有当时啊，这会拖一拖，啊，就是做迄个规定教会就是真多。我先讲教会，因为咧真多 church， 安尼足顿的教会，啊，若无翻译过来嘛，咱讲足无聊的教会，当然。迄少年的讲啊，唱歌拢安尼跳袂起来哦，安尼足钝哦。但是你讲的应该是唔呐安尼啦。你若一间教会吼，那唔知影真正的对的是啥，就是讲哦，这间教会来这间教会常常比较一下，讲这间教会比较一下，倒一间教会较好安怎？啊，教会甲教会中间开始。变作竞争吼，这是 spiritual dullness， 灵性的钝。教会敢若一个吼，甲洗礼同款，甲相信同款，一个信，一个洗，一间教会，一个肢体。咱真正的竞争吼，唔是别个教会，是这个世间。咱要抢救灵魂，咱拢有可能受到法利赛人甲希律的影响吼，也就是价值观的影响。信心的引带吼，应该爱赢过人。
咱所下传下来，bylaws， 哦，啊是迄个 board meetings， 咱先来当修嫩，听汉上帝，上帝印刷，咱就当看到最最的迄个可能性。一间教会一个人，那看所有的代志，拢看到迄个歹，有看到迄个好，这就是 spiritual dogmas。我过去哦，在洛杉矶大学的时阵，我有一个牧师，郭敬明牧师。郭牧师伊落尾伊倒转去台湾，伊落尾转去香莲教会。然后去到香莲教会，当然台湾的教会有侪侪困难、甲挑战，甲咱这边同款啦。伊转去哦，一看哦，我前一阵仔。有人跟我说，欸，你这间教会哦，那平均年龄多少岁啊？我说我们这里哦，比起来不错，你对那来，我知道那边平均年龄一定很高，我们这边还算说，如果比较的话还算不错。我那个好不错，等于台湾哦，那教会一看哦，哇，平均年龄呢，那才高呢哦。因为咱普通时人看了这样，就说啊，无来去啊！啊，唔知要做啥，哦，唔知要做啥，啊嘛无一定做会叮当。但是咱知影台湾哦，教会内面头一间中清大大学哦，中清长青大学啊，就是一定去那个香莲教会创起来，可能有一寡物件哦，知影？你敢听过迄个苏尔的分析？对，看一个作家，你看上面是优势，上面是劣势，上面是强强项，上面是弱项。上盖好的方法，上盖好用的、就是，看有法都改迄个劣势的物件哦，甲变作优势啊。哦，你一看讲，哦，大家年纪那么大，到这到现在要做啥？总是大家拢有，退休的较侪，有钱有闲，吼、哦。也感觉这阵人吼，看变那个，办迄个香莲，长青大学，就安尼办起来，吼、哦。结果一间教会传一间，一间教会传一间，看到迄个可能性啊，吼、哦，也是因为，看。其他人吼，看同款的教会，同款的情形，看到啊，这无吧，吼，总是看到是可能性。啊，最近哦，前一阵啊，我转去洛杉矶，我转去的时候，我有机会就去我的母会行行看看。我讲，我咧英语咧本来。有台语咧，无英语，英语咧，反正无去啊。哦，有啦，还佫在后壁迄边。我讲啊，本来在这边聚会，然后哦，遐，恁通讲过哦，恁嘛，即马遐哦有一点迄啰少年迄大留学生，啊，伊着坚持买咯，所以我即马为因底遐另外一个时段，为因有一个 Mandarin Service。啊！我哩等伊等，伊还过迄个包袱啊！你知？我迄个张老家做哦，伊看我大汉，我特别等伊讲，我要叫你牧师叫袂出来啦，我叫你 Fred 好嘛？我好好，我 Fred， 你等伊，你唔通宣传哦，你唔通宣传，这吼，咱台湾人教的哦。Mandarin service， 这哦，我来叫妹，哇，是这，怎么叫妹？哦，我讲你讲在台湾，咱台湾哦，台湾的教会哦，长老会哦，有偌侪教会有 Mandarin service？ 刚才，你教会迄个教会一览表摕起来，现看卖，你算看卖，渐渐哦。爱做调整跟改变，
那我按报告上来，那我最近哦，我去开迄个青年的会哦，咱来真侪教的，在青年哦都无嘛，少年的无嘛，对不？因为什么青年救的出来哦，都变作阴了，都变作阴了。因有一群少年，爱看到迄个可能性，爱看到迄个可能性。我感觉有真侪代志正在变迁，伫个教会内面，就算讲无食，做伙，阮嘛有真侪无同款的看法。最近周神助哦，就我说，伊嘛讲吼，讲过去一直坚持讲，迄个教会无插政治，伊讲伊即马讲吼，教会毋是要插政治，总是爱关心啊。我讲，这，阮以前拢一直讲的代志，我拢是要插政治，阮是良心的呼吁，咱是爱做教会，爱做社会良心的声音嘛，扮演上帝的角色啊。这本来就是咱爱做的代志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即马真少，咱会当整合做伙。看这个改变的困难，我相信我传到这礼拜哦，是一个真重要的时机，也是真危险的时机啊！咱都要迫切为了台湾祈祷，咱期待台湾会当有好的转变，咱都要看到迄个可能性。不是跟他选总统，历史的激进不是不发生过，总是那个改革无成功啊。现在再刷下去，咱要迫切为台湾祈祷，咱无法度用什么方法，人的方法去影响伊，总是咱恳求上帝怜悯。一对土地，甲徛去顶面的人，援助帮助咱有迄个改变可能，啊会当顺时平安。我当时啊吼，无啥爱讲，一直讲灵性吼，讲灵咱信伊定来讲迄个 spiritual reality， 迄个灵性的迄个实存哦。因为当时讲了伤侪，敢若袂输心必主义的呐，我对倒去哦。但是你也知影吼，在讲灵性的物件，其实是甲咱徛在迄个足实际徛起的所在，是规个连做伙。要爱有迄个气力、勇气。帮咱这个社会做改进，咱爱有迄个敏感度，伫咱徛起的所在，咱的信用，唔是干那有迄个正确的答案嘛？尔，我看耶稣的学生回答的，剩的有十二人啊，剩的有七个人，拢正确的。总是无迄个气力，咱做伙来恳求上帝帮助咱啊！予咱家己伫咱即个徛起的所在，咱会当发挥出迄个教会的气力，也予咱的故乡吼，
原主的怜悯，予咱有迄个改变，看见迄个可能性。咱会当有迄种实质的帮助。一礼拜久有做做啊，有个人已经出发了，搁山路，几落礼拜有做做人要倒转去台湾，啊，恳求上帝保守大家出境拢得到平安。特别是伫台湾迄个所在吼，无过有迄种意外吼，影响可能有迄大变动吼，心无平安的迄种事件。要恳求上帝帮助咱吼，咱来做迄个长期稳定的迄种发展。咱做位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主万军的上帝，我恳求你跟我三个同行，让我的人生是念上帝最要紧，因服侍身躯边的人，来具体表达我对我是念上帝最忠心。基督徒，我来恳求你帮助我，时时会记你，我的期待是伫上帝你的面前，我大声提着上帝稳定。啊，对安尼，我知影，我爱分将我所得到的来分享给众人。当我伫付出代价时，我知影。是助力大神替我付出代价，助力继续跟我三个同行，祝福我的故乡，祝福我在这个所在站起，祝福我教会头前的路走。在每件代志顶面，愿助力开我的心目，我看到迄个可能性，我继续在这个所在教会变作发展。要哪做回来兴旺福音，愿主你继续引导甲帮助，多谢你，同心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咱做伙起立，回应上帝的呼召，经过咱的教会建立，咱的教会来异地传递，有伊的国度临到。
较低的，对这是高音世代无钱，好没？好没？